天我们的意志力已经准备好了，用满满的爱抚接纳最爱你是最美的你来，感动我们的动力，以及我们的能量高，请进场。大家欢迎我们的伙伴们，将我们自己的手交给我们的意志，从此照顾好病人的责任就交给你了，请你一定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。日本的鸡酒，所以这就是日本的鸡加酒渣。